姥姥，你怎么还在干活呀？我要喝排骨汤。这年头谁还喝排骨汤啊？姥姥给你做个佛跳墙。那玩意那么奢侈，你能做得出来吗？臭小子，姥姥给你上一课。姥姥，别人做佛跳墙都有鱼翅，你怎么没有？姥姥用黄花菜代替，味道不比它差呀。得了吧，黄花菜凉了，我看你这也得凉。姥姥，我帮你切菜吧。这种忙不要你帮，去帮姥姥拿个灯过来。姥姥，你这炖还挺香的嘞，我去叫姐姐。你小子干活不行，吃东西还挺积极的嘞。哎，快来看姥姥做什么好吃的啦！姥姥，你走路那么辛苦，担心你血压又不稳定了。这是我给你买的鱼液血压仪，早晚量一次，帮助你日常监测血压，简单易操作，我们不在家里自己也能量。还是远爱体贴姥姥，来吃。好。嗯，姥姥，这好好吃啊！